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鸿。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恐龙的呢？我从小到大都是非常喜欢暴龙啊，就是那个手短短，然后哇，就是那个，真的觉得他是很帅，所以我就在淘宝买了一个暴龙的充气套装，虽然是吓不到人呐、哎，但是这里穿了一个洞呢，还好是没有伤到里面的那个衣服啊。其实这个恐龙的衣服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，然后最近又看了那个祖拉西哦，又勾起了我对那个暴龙的啊，所以就买来玩玩了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打开来看一下，反正这里就有一个洞，就在这里开咯。原来它还有一个袋的 ，OK， 这样是不错啦。哎，带了两个东西哦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手哎，不知道怎么戴起来就觉得很好笑，还蛮紧的嘞，它这个。OK， 再来，超大件的这个。这里就是有一个拉链可以进的，然后它里面是有一个风扇，就是靠它充气起来这样啦。是用这些 double A 的电池的，4颗，还好家里是有收到电池啊。风力是 OK 啦，但是它这么大个哦，可以这样充起来吗？来试试看，然后盖上它就 OK 了。它这个衣服都是很薄一下的，就不可以太大力啊，不然等一下穿洞了就麻烦了。哎，这个电池的东西就要夹在裤子那边了，很难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对，超热的哇老。哦、很难讲话。哎，有啊有啊，那个头开始伸直了哦。啊，不行啊不行啊，我要靠姨来帮忙我。Hello， 你过来帮我怕很多啊。OK。哇，我泡了很凉啊，等姨来帮忙我，我才可以拍到我。现在风扇我调了，吹上面好很多，起码都凉一点啊，刚才吹下面热死我。哎，好似唔使充气咩兄弟？去牙尾去。有没有看过恐龙下楼梯？哎，卡住了啊你。死你啦阿爹！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够肥啦！哇！那只狗怕我！冇啊！那除咗我啊！哇！我唔理你啊！我除咗先啦，除咗先啦。除啦！现在就在姨姨的妈妈家了 ，OK， 我要去准备一下先。好惊啊！一直走啊！有冇人怕？来，我要试试。来，这个是。打他没有用啊，爸比。还听见哪里？不要打死你！最好玩的。谁黑要不要？去谁黑？啊，去谁黑？没有谁黑啊。你不讲喜欢恐龙吗？我的儿子好像有一点害怕，所以没有那么喜欢了。我以为我儿子看到我这样穿会非常开心啊，但是却
不是嘞啊！哎，我想到一个东西，好久没有挑战你们的赞嘞。那么今次我们也来玩一下啦，如果这支影片到了3000个赞，还有1000个留言，就穿着那件恐龙礼服在 Ipoh Parade 那边逛逛，就看看那些人有什么反应这样。像今天的淘宝开箱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你们对这件恐龙衣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的说明栏那边有网址，你们可以点进去看啦。还没有订阅我的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也去我的 FB 还有 IG 看看啦。叫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！记得帮我点赞还有分享啊！